兄，与君相识八载有余，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。今日兄台分闷如斯，少白惴惴不安，行不吊影。此番孙先生赴港，意义重大，满清必派杀手行刺，垂死一搏。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，故有一事恳请，若遇不测，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。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，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，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。小白叩首，鞠躬尽瘁。黑灯一灯，全部上去，全部同我上去。你想干什么？就为你朋友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有些事能碰，有些事是碰着能碰着。你打伤我的人，砸坏我的机器，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说是我的朋友。金政府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孙文，我的英国老板已经下令不许插手，后天的事情谁娶谁死，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了。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。好啊！你要同你好嘢，中国日报散布宣文离港消息，煽动学生上街游行。呢度系英国管治嘅地方，我要你马上删除个报官。昨天晚上，戏园三十几个人被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陈少白失踪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？好，我就嚟话俾你听，我系嚟封你嘅报官嘅，封！你敢？我话封就封，封！勇敢，机器坏了，用拉门克。刘成喜，积极宣传，孙先生来干什么去？